罗宇航，女，24岁，吉林人，吉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。大家好，我叫罗宇航，是一个热情坦率有亲和力的姑娘。上学期间曾系统学习过学前教育相关课程，并获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。今天我来应聘的岗位是产品助理、商务助理和销售。谢谢大家。你长得就是一张幼儿园老师的脸。好多人都这么说。是啊，你长得可爱吗？学的学前教育专业是吗？你的家庭有点特殊是吗？小的时候吧，就一直有一个小的梦想吧，就是一直想要出人头地，这个愿望就是非常非常强烈。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吧，家里边比较困难，就是一般的家庭，然后有几次就是我生病，然后我妈就是跟亲戚朋友去借钱，然后就是遭了不少白眼，然后就是遭谁的白眼？亲戚，就是他会借你钱，然后会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，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。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清楚的就是前年我爸就是开货车的，就是可能就是运气不太好吧，有一个人他骑摩托车然后喝多了，然后就撞在我爸车后边，然后我爸呢又没有看见，因为是货车有一个死角，然后就要赔人家钱，最后差一点就被判成是那个肇事逃逸，然后然后又要借钱。对，然后又是白眼儿。对，然后所以你就立志要出人头地。对。就是希望，我就是想告诉爸爸，无论家里欠了多少钱，都不要去害怕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赚钱，然后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大家都会共同去承担，然后也希望跟妈妈说，就是爸爸这次可能是失败了，或者是遇到什么挫折了，但我希望我们家里人能够齐心协力，然后共度难关吧。对，然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把你们两个没有完成的梦想都会帮你们实现。现在家庭的债都还清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还欠多少？他们不跟我说，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爸的这个官司还有20多万没有还清。还有20多万。你上一份工作的薪酬是多少？6000多。6000多。6000多，如果不吃不喝的话，20万那也得还3年呢。对。所以你挣钱的欲望是不是特别强烈？正当手段的赚钱欲望非常强烈。我感觉经历这样的家庭的女孩可能相对来说会走两个极端。第一个极端就是特别强势，然后对金钱有拥有渴望。另外一个呢，就可能会比较弱势，可能被动一些。然后我感觉这个女孩可能是偏后者。上份工作是什么职位啊？刚开始入职的时候是销售，但是那个电话销售，然后就干了3个月。然后我们4个人同时入职的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成功转正，然后并且就是试用期考核通过了。哎呀，说到这番话的时候，你好骄傲啊！就是还是挺开心的啊。好，然后1月份到现在你都没工作。对，然后我是上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才来的北京。怎么想得到北京来呢？说实话，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北京是个大城市，能赚到钱。北京遍地是黄金啊。有这种说法吧。那个你要求薪资多少？5000开始。哟，还低了一点哈。我还以为高了呢。对，你上一份不是6000吗？但是产品助理，就是产品经理这份工作，我是第一次要做的，从头开始可能是比较低一点。你好，
就是这个我非常非常奇怪，就是说你说要做产品助理对吧，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是做哪一个行业的什么样的产品。我想要进入的行业是互联网加教育行业，因为最好是幼教，因为我是学幼儿园教育出身的。第二是做互联网加艺术教育，然后这个就是最缥缈的一个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唱歌跳舞，它只是一个想法，因为这个垂直领域必须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，如果没有需求的话，它再怎么垂直可能也没什么用。然后说为什么要做产品经理，那首先是我的学历不是很高，是大专出身，然后近几年一直疯传说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工作可能是门槛比较低，但是当我学了之后其实发现这个东西还是很难的。第二点就是我认为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的话，就是他逻辑思维能力必须要超级强。然后我就是可能怕大家笑话我，就是我也未来也有一个想要创业的打算。这个姑娘的个性呢可能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影响，那么她身边的人可能说了一句话，指了一个方向，那么她就可能会信以为真，然后按照这个方向去尝试。他的个性过于柔软，其实在职场上并不是件好事。如果在座的企业家说这小姑娘挺聪明的，除了产品经理你还可以做好多，比如说做商务啊，做其他的，你考虑吗？考虑，也考虑，只要能挣钱就行。也不是，要考虑公司，考虑领导和公司之前的这个人员流动率。那咱们说说领导好吧，公司就不说了，你要求对领导有什么要求？如果做商务助理的话，那我希望我的这个直属领导是一个女同志。为什么呢？像我这样的是不行吗？我是你的上司，我找你做商务。如果是结了婚，然后有孩子的家庭的这种男士的话，我希望他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。这里有不正的吗？请问。那我能说吗？能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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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做声，能说啊，能说，没问题啊，我挺你。那谁？你觉得三观不太正？我下台偷偷告诉你吧。说，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。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谁呀？是张正斌吗？就那带数字的呗。哎呀，不是你的新企业是我，我如果当你的领导，你不放心吗？人家要你做直属领导。不是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对他什么也没说。他是一个相对被动的人。他的主动选择性不是很强，那么如果说有一个三观不正的上司，他可能会不知如何去选择。来，第一轮环节去火流。还有13盏灯。